近日，影帝梁朝伟和影后刘嘉玲的双强婚姻疑因影帝私生子一事出现裂痕。一位知情人透露，影帝其实另有妻儿，大家之所以不知道，是因为一开始就把他们安置在了日本。知情人称，那个孩子长大成年后，不知为何悄悄联系了梁朝伟的亲朋好友，而梁朝伟也恰好在日本街头被人拍到。一向直率的嘉玲得知此事，当即就表示无稽之谈。然而传闻愈演愈烈，甚至有台媒爆料称梁朝伟与女星程潇有不寻常关系，梁朝伟已为程潇在日本买楼，女方更为他诞下孩子。刚刚程潇方发文辟谣称假的离谱，或许是影帝影后的婚姻太过独特，才引得人胡乱猜想。二人自从2018年结婚后，就一直坚持丁克。由于工作繁忙，十几年来更是聚少离多。然而影帝已经年过60，刘嘉玲也58岁了。或许两人只想平淡地陪伴彼此度过一生。目前两人暂未。